如果这个事情啊，这个整个风波对有一些人有造成困扰的话，那就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样子。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去做太多的预设立场，安慰。被骂的是我们，对啊，不是我们，才是苦主吧？对，我才是苦主吧。其实我们一开始是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了，因为我们每年都会有这个小舞台嘛。对，也没有每年。之前是台北在西门町，西门町有，然后 后来高雄也有一次，对，有一次也有一次。那我们都是找一些，其实约人重点是什么？认识的比较好约。对啊，然后像这次还有温妮啊，还有对啊，对，还有宽仔。那其实我们都觉得，就是都他们的表演真的都不错，那我们就是。就是约看看，谁有空谁就来这样。其实我们没有特别的去做什么预设立场、嗯，我们也真的没有去设想一些太多的事情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是从音乐去出发来做。对八三幺来说啦，八三幺这个活动一直以来都是跟歌迷能够见面，其实对我们跟我们的歌迷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如果这个事情啊，这个整个风波。对有一些人有造成困扰的话，那就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样子。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去做太多的预设立场，然后这个演出一直都是以八三幺跟自己的歌迷为主的，对，其实主要是在这些地方。安慰，被骂的是我们，对啊，我们才是苦主吧？对，我才是苦主吧？其实我没有特别讲什么的、啊，没有特别去讲，主要是讲说啊，演出的内容大概怎么样？对，其实对我们来说。大家就把重点都放错了。对啊，所以要骂我们的话，到现场来啊，免费的活动，欢迎大家来。如果想要更进去，更进去的话，可以就是8月15号先买票，在我面前喷我。说真的，八三幺玩团这么久了，然后碰过各式各样的，不论舆论或是声浪等等这样子。对现在的我们来说，最重要的是，对现在我们来说，这个生日趴重要的是我们跟歌迷见面，对，重要的是歌迷。开心，那其实对我们来说，这些留言，我们在意的是，支持我们，他愿意，就是现在对我们来说，这些好的留言、坏的留言，我们以前可能会在意一些谩骂的留言或什么，可是对现在我们来说，我们一定希望能够多去在乎一些从我们这边得到力量，就是好的，我们希望可以去把这些专注力更放在对大家好上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。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